我相信今日坊间都会有唔少人有兴趣讨论一下呢后任特首李家超违规事件啊。如果仲未有机会接触到呢单新闻嘅朋友呢，可能喺度谂违规违反咗啲乜嘢规定啊？咁严唔严重噶？今年四月参选期间，我哋唯一嘅特首候选人李家超呢，就冇按照选举规例喺刊登选举广告之后一日之内，喺选举事务处嘅中央平台嗰度呢上载相关嘅支持同意书嘅。根据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规例第87条啊括弧九，违反相关规定呢系可以被判罚款5000蚊，同埋监禁系6个月嘅。就呢一件事呢，李家超就已经采取咗跟进嘅行动㗎啦。而家得知呢，就係喺6月7号嗰日，李家超係入禀咗高等法院，就佢三度冇按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規例喺选管会指定嘅时间之内提交选举广告嘅支持同意书副本，申请豁免罚款或者是监禁刑罚，同埋咧系讼费嘅吓。申请人咧就系李家超，答辩人咧就系律政司。讼费咧即系双方所要花嘅律师费啦，亦都系喺呢个申请豁免之列嘅。呢三个相关广告分别咧就系喺4月13号、17号同埋18号，喺佢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刊登有关香港女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李静、立法会议员林志远同埋艺人方力申嘅选举广告嘅。根据个文件啊，李静嘅同意书系喺4月12号签署嘅，即系广告刊登前嘅一日。方力申嘅同意书咧就喺4月17号签署，系广告刊登嘅嗰日。而林志远呢就喺10号签署，系广告刊登前8日嘅。但系上述嘅同意书呢就冇按时上载喎，而系同埋其他人士嘅同意书一齐系喺21号分批上载嘅。即系最迟递交嘅嗰一份同意书呢足足系有迟咗成个礼拜咁耐嘅。事件发生咗之后，李家超的竞选办公室的回应就说，这三个广告都是得到当事人同意，也都是拿了他们的支持同意书的。我想他们的意思就是想大家知道这个才是重点，不是没有当事人的同意的。而且同意的文件已经在适当的时候是拿了的，不是在刊登广告之后才补回的。竞选办又说，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呢，他们是主动联络了选举事务处。我想他意思呢就是说无心隐瞒的，不是被人督背脊揭发出来，说以后会加倍小心处理。不过这一类的事情你自己不举报自己都没什么可能的了，因为一定是会被人察觉得到的嘛。这一类这样的事情的性质有多严重呢？当然就要视乎个别的情况而定。原则上违反选举程序规例是严肃的事的，法律上候选人都是需要负上责任的。由于这一项的规定是涉及选举公正，任何的特首候选人迟交支持同意书，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向原讼庭申请宽免。在法例上呢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的。法庭考虑每一宗案件的时候都会审视涉案人是不是真的无心之失，抑或是涉及选举舞弊。如果是无心之失的话呢，法庭是有可能会从宽处理。翻查翻资料，由尖旺当时的区议员梁伟权在2011年都涉及欠交艺人米雪一班人的支持同意书，被控违反选举条例，结果是罚款15000元。2019年九龙城时任区议员李轩龙
佢咧就涉及未取得学者沈旭辉等人嘅书面同意，就发布印上吓他人名称嘅宣传品，仲一直咧系冇跟进件事嘅。事后咧就被原众庭裁定为咧非妥为当选嘅添。曾经参与好多次选举嘅行政会议成员啊，前立法会议员同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咧，又即刻出嚟咧都护航啊，可以咁理解啦。汤家华咧就话吓，选举工程啊系涉及唔少嘅工作人员嘅，时间系有限啦，文件啊真系好多好多，需要补交资料嘅情况咧，偶尔都要发生嘅。佢话印象中自己都试过。又话咧，民主思路成员旧年参与立法会选举嗰阵啊，亦都因为未及时提交资料，向法庭系申请个豁免咁话噶，最终咧都系被法庭批准，冇罚到佢哋。我哋唔知道法庭最终会系点样就呢个豁免申请作出裁决吓。不过喺程序上边嚟讲，我哋又可以趁呢个机会上一堂通识课，可以了解多一啲可能有机会发生嘅状况会系点。例如果法庭系拒绝豁免嘅话呢，廉政公署就可能需要考虑起诉李家超㗎喇喎。或者呢系控以刑责较重嘅没有提交选举申报书嘅罪。呢个罪行呢最高可以被判罚罚款200,000同埋监禁3年嘅。再推远一啲呢，一旦李家超系面临刑事检控，中央政府就可能需要考虑系咪继续维持佢嘅特首任命啦。不过呢啲讲法咧，当中都系实在太多假设啦。李家超而家并唔系要面对任何嘅刑事检控，咁啊，谈何被定罪呢？呢啲一切咧都系言之过早嘅。而呢个申请豁免嘅程序咧，喺法例上，正如啱啱所讲，系容许嘅。而且原众庭法官亦都唔会理会当事人系边个，只系会按实际嘅情况咧嚟考虑会唔会批出呢个豁免。我哋就耐心等待一下啦。今次选举办公室同团队走漏眼啊，为后任行政长官添加咗啲麻烦。唔知道日后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咧会唔会进行一啲嘅修订啊？将一日之内咧就要上报嘅期限咧延长一啲，免得法庭要处理呢一类嘅豁免申请咁话吓。李家超7月1日就会上任特首噶啦，出任呢一届嘅行政长官系特别有意思嘅，因为今年咧系乜嘢？系香港回归25周年，1/4世纪啊，系具有标志性嘅意义嘅。如无意外，我相信吓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应该系会嚟香港亲自主持新政府就职同埋发表重要嘅讲话等等。不过咁香港嘅疫情始终都未断尾，近日又有啲回升嘅迹象，去到500多宗。呢个咁嘅情况可能都会为领导人访港带嚟咗一啲嘅变数都未定嘅。特首林郑月娥就讲到明㗎啦，喺6月30日之前係唔会再放宽任何的社交距离措施的，强调要为领导人来港竭尽全力创造条件。到而家来讲都未确定领导人会不会来香港，会来的话又会来几耐呢？据了解不知道真定假，政府已经制定了很多不同的方案了。新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即是那些司长啊、局长啊、纪律部队的首长啊、行政会议成员啊，在7日前都需要是隔离的，入住酒店隔离7日的，就由政府安排的。立法会议员都有机会需要事前到酒店关闭管理7日。有议员就说到时可能都可以照常去立法会开会，但是呢就有专车接送他们来往立法会和酒店。总之呢就是实行这个闭环式的管理，将风险呢是减到最低。除了开会以外，议员都不准进行任何交际应酬活动的。
总之呢，为了领导人能够来香港来得安心，防疫功夫就要做到好像香港故宫准备工作进行当中保密那阵的程度一样。即是什么？都是那四个字，滴水不漏。在百折美台，因你在，这女性在你。